伫马伫罗马书第八章，啊，咱是位伫26节到39节。啊，咱今日的书的台语实在有够准的吼，有够好听。伊念台语了，我讲得煞毋知要安怎讲去啊。得胜到五春吼，虽然咱的经文已经在长啊，26节到39节，啊，毋过咱若要较清楚。去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，来为搁较头前吼，甚至为第七章兴变去啊吼。咱之前已经有讲过第七章吼。咱要进入这个经文之前，咱爱先确定讲罗马书第八章17章上尾有讲到一个前提是咱。或是说它是一个结论嘛，无要紧。咱是上帝的子，好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咱是上帝的子。16节最后哈，咱是上帝的子，啊，咱是甲基督当作上帝的后，上帝子的后嗣，好，一同做后世后嗣，后嗣吗？好，后嗣。哦，好，好书，哈。啊，那甲当是上帝的子，甲基督当做好书了。伊讲一句，咱呐要甲伊安那当受苦，是要互咱伫甲伊当阳光。好，哦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16、17的一个小结论。咱是上帝的子，咱甲基督同做好事。啊，咱若是安尼的话，咱要甲基督同受苦，嘛要甲伊同阳光吼。其实咱台语的翻译是对的，可是和合本的翻译是怪的吼。无意思，无赶快。如果我们跟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比较不是这个意思，和合本的修订版改过来了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是要是为了。英文都翻成 in order to， 是为了要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所以，咱重点是咱要甲基督做伙受阳光，所以咱爱甲基督做伙受苦。完了，嗨啊！这个陈牧师来古林教会6年，每次讲到都讲受苦，啊，是要受什么苦？咱哪位罗马书第七章读过来就知影。当基督徒，你若坚持上帝国的价值的时阵，你生活会被绑，就亲像保罗伊所讲的，伊所热爱的，要做无？无爱做，吼。伊所无爱的，顶多安那去做，你会受苦，因为你坚持，你伫世界，各位兄弟，咱伫世界内面生活，啊，毋过咱坚持上帝国的价值，咱一定会被绑。一定会挣扎，好，这是一种苦。好，波罗说啊，我真是苦啊。好，第二款，当你坚持上帝国的价值，各位兄弟，你一定会受压迫，你会受苦啊，你会被欺负啊，至少你会被耻笑啊。好，你用踢球啊。好啊，伫这个时阵，就爱教咱正过年教会兄弟姊妹，真正正式、深深甲恁道歉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咱有介济兄弟拢互踢球吼，有侪侪咱亲戚朋友伫南部的教会，也是别间教会吼，拢来甲恁踢球吼。然后你们古林教会怪，就像那个陈依云，他今天不在，我知道。陈依云在学校同学会问他说：“哎，听说你在古林教会聚会哦。”然后陈依云就这样。咱玩那个陈玉宇是很冷静、很酷的，啊，你们牧师很怪哦，然后他就，对他很怪，啊，敢在无人知影，伊是牧师的查某囝吼，啊，其实咱家最最牧师的，那个那种 PK 吼 ，Pastors Kids 吼，好，咱最最吼，我们不要给他们压力，牧师的囝哩，查某囝这压力很大吼，呵。你若坚持上帝国的价值，你会受到压迫，你会被踢球，好，你会被欺负，可能也会质疑我说：“哎呀，到底谁
才是真正坚持上帝国的价值还不晓得嘞，吼。有一天吼，台湾啊发生一件代志，那台湾的基督徒讲圣经这清楚下，咱的所信的上帝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是独一的真神，独一的真神，有同意无？有同意无？其他的拢是啥物？哈？假？哦，无效的，对无？所以爱拜的啊呐，拜这个真的。哎，各位同，各唔是同好，各位兄弟姊妹，有赞成无啦？有同意无？有。所以有一天，台湾的基督徒忽然间，最勇敢的，最勇敢的兴起，团结在一起。在台湾各大报花几百万、几千万登广告，我们反对宪法、宗教自由，因为世界只有独一的真神，所有拜其他的神都要下地狱。我们的宪法怎么可以容许让人民下地狱？好，让的啊登广告嘛，对吧？哦，那花好几千万登广告，啊，只有咱古亭教会认为说，啊，虽然吼，我们知道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啊，不过吼，台湾人在台湾的社会还是要有他的权利去拜他想要拜的神。呵，各位兄弟，咱会哄笑未？咱会哄笑未啦？我们会被其他的基督徒笑，你牧师吼怪怪，改圣经不读圣经，难道他不知道上帝才是独一真神吗？他怎么同意台湾人拜妈祖呢？各位兄弟，台湾人有拜妈祖的权利无？有无啦？台湾人有这个权利，通拜妈祖、三太子、关公、第八界。有无啦？有啦。咱同意台湾人会当拜第八界，表示咱无认为上帝是独一真神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各位兄弟，什么才是上帝国的价值？你想一下，你就了解。吼，不要紧，互踢笑不要紧，我拢做习惯啦。好，所以咱的经文写讲，如果咱要甲基督同受苦，是为着要咱要甲基督同阳光。啊，毋过吼，各位兄弟，搁较麻烦的是，迄个阳光吼，高未？高未？未。所以经文啊，继续安尼写，看未到的，我们只能什么？毋忙啦。咱阁还袂当得到这个阳光，干来当五万，安通说五万是咱看袂到的五万，有苦无？各位兄弟，苦不苦啦？因为你要等候呢，苦不苦？因为你没有办法，你无法度，上帝给你一个功德啊，你知影意思无？你被欺负，被踢笑。上帝有没有马上给你一个公道？无，你这个阳光是五万，你还挺好。所以各位兄弟，他都讲受什么苦？因为你要坚持上帝国的价值，你会背叛，你会挣扎。因为你要坚持上帝国的价值，你会被踢笑，你会去用压迫，你用去用欺负。啊，不只是安尼。另外一个痛苦是，因为你要坚持上帝国的价值，这个阳光还未够，所以你得要听候，你得要毋忘，你得要一直互踢笑，一直互欺负，啊，你无爱放弃，你要继续的坚持，你敢来当毋忘甲听候，过下这安尼有苦无？苦不苦啊？还是我们早就没有再坚持了。好，
向你叩的时阵，各位兄弟，渐渐进入二十六节，咱今日的经文啊，伊讲圣神伫咱的软弱内面，甲咱扶持帮助。好、哦，你向你痛苦，你要在世界坚持上帝国的价值，这是一件最痛苦的代志。你爱背叛，你爱忍受人甲你踢笑、甲你欺负、甲你压迫，啊，你阁无得到上帝的公道，因为你干来当五万，干来伫遐听候。基督徒，你若是这款的情形的时阵，保罗讲，圣神会当伫咱的软弱内面，甲咱扶持帮助。他会这样帮助我们，怎么帮助才怪呢？奇怪，用这奇怪的方法来帮助。伊讲哪？伊讲他伊会用什么话？圣神家己用未讲出的吐气替咱求。其实哦，这一段经文不好翻译，和合本翻成说不出来的叹息，为我们替我们祷告。修订版改成无可言喻的叹息，替我们祈求。各位，这有赶快不？一个是说不出来的叹息，一个是无可言喻的叹息。无赶快哦，啊，不过你思考一下，咱台语是讲用未讲出。诶，吐气、吐气，替咱求，各无共款啊？意思有不一样吗？说不出来的叹息是什么？讲不出来，说不出来。啊，那台语是讲用未讲出诶吐气，未讲出甲讲不出来有共款无？各位兄弟，无同款，未讲出甲讲袂出是无同款的哦。这其实是对希腊文不同的理解。一种是不用讲的啦，讲的无效；一个是讲不出来的，一个是认为用讲的是讲是无效，所以不爱讲，伊用吐气。一个是他其实可以讲，可是他讲不出来。啊，无可言喻的的吐气是修订版的，其实有点可惜哈、哦。无可言喻的叹息看起来比较清楚，其实它的感觉不见了哈、哦。你英文呢，不同的圣经都去强调一个，那个是 deep， 这轻这轻的吐气 ，side 哈、哦，这轻这轻的吐气 ，wordless 哈、哦，是没有语言的啦。好，就是讲，咱内面的圣神上帝为咱祈祷，是其实是咱人理性无多了解的祈祷。有一个神学家讲，人的祈祷是一个世界宇宙内面的奥妙。他说，人的祷告是世界宇宙的一个奥秘。为什么？伊讲人的祈祷。是人内面的上帝，他提定的上帝公位，是上帝跟上帝的一种讲话啊。上帝跟上帝不是自言自语，不是，是圣神上帝在咱人的性命的圣神上帝，天父上帝公位。好，这讲哎，这是宇宙的奥妙，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理解的状况。所以。伊才讲出一个介水的字，伊讲这个圣神是照上帝的旨意来为着咱的祈祷。各位兄弟，其实这对我们是一个介重要的提醒，因为咱常常咱的祈祷，咱的祈祷是按照什么人的旨意？哈？家己呢？吼，咱的祈祷。盖正常、盖自然是按照咱家己的旨意，对不？吼、哦，昨伫网络的，这里的网络的，看到基督徒在叫祷告台风转向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吼、哦，摩西的彼得去西德又无要紧吼，台风要转向去别的地方，不要从台湾来啊。拢是按照啥物？咱家己的旨意的祈祷。哎，圣神是照上帝旨意的祈祷，所以
各位兄弟，咱爱学习的祈祷，嘛是爱照上帝的心意来祈祷。好，这是几款的学习，这不容易。好啊，那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？各位兄弟，你讲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祈祷，阿边那怎样？这是不是上帝的心意？你们都不理我，没人要杀我，王英，那我自言自语。你得定来教会嘛，定来做礼拜，定来参加查经班，定来做伙祈祷，定来甲兄弟姊妹做伙团契，你得比无爱来的人较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要相信无？信不信？要相信无？好，咱若有一丁丢了这事，常常做伙，咱查经，咱祈祷，要相信咱的教会，会遮的领导者，会较明白上帝的心意无？同不同意啦？好，所以啊，你讲啊，我嘛唔知影上帝的心意，啥要哪祈祷？啊，就来亲近上帝嘛，亲近上帝的话语嘛。好，来，就进入这句，咱这这句话，吼、哦，各位兄弟必须提醒，咱基督徒会出问题的经文，拢是咱这四个所在，因为太熟了就没有思考了哈、哦。来，万书，阿凯伯伊，哎，阿凯伯伊，29、28，哈、哦，万。咱在万行书三甲内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。哦，咱基督徒常讲对无？每次我们基督徒发生好事情，咱就讲啥？哦，万书三甲内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。后来这一句的翻译有点可惜，其实应该翻译成：上帝互万书拢三甲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。这样才对，从他的动词看得出来，他的主词是上帝，不是万事，不是万行书，是上帝，上帝给万行书，给万行书三角来给听上帝人得到利益。重点在对各位兄弟，重点两个所在，一个是听上帝的人，一个是什么？得到利益。什么人是听上帝的人？各位兄弟，要举手无？什么人是听上帝的人？伊讲我，是不是啦？无啦，伊家己有讲啦，他有解释啦。他说什么是爱上帝的人？就是照伊所定掉之以来受调的，因为因上帝所大生灾的，就大生定掉因甲伊的囝的相同款，同款。啊，好，伊伫最最兄弟中最大件。什么是爱上帝的人？其实保罗家己有解释，是按照上帝之意所调的人。好，啊，你若阁看咧，就讲上帝甲伊所调的人，上帝何因安那？称罪义。看下这，啊，问题来啊，你若好上帝调算？啊！你予上帝称罪义，啊来你安怎？你被上帝称义了，一个去予上帝称罪义的人，即马来伊的生活，大概过什么款的生活？就那亲像一个义人的生活，对无？啊，这个义人的生活是用世界的价值去了解，还是用上帝国的价值去了解？就是照上帝国的价值。所了解的那个义人来生活嘛，所以又跑回去什么？你知道了吗？又跑回去什么？在这个世界上会受苦的人啊，有没有被我弄乱掉？各位兄弟，你那是去有上帝称罪义的人，注定你伫这个世界啊那会受苦啊。如果你问为什么，那我只好从前面讲了，不用吧。
不用哈，你头前拢有听到哈。这个是学道讲第一重点，什么叫做听上帝的人？第二个重点是得到利益，这更麻烦。好，咱那基督徒遇到好事情，就马上说啊、哦，这是万行书吼，三甲要好听上帝的利益，是按照世界的价值下面所看的利益，还是按照上帝个价值下面所看的利益？那按照世界所看的利益，跑不出什么，哇，身体健康啦，活长寿啦，子孙友好啦，有出脱啦，啊，财产安怎，用不了啦，这是不是利益？是啊，我也不认为这不好，这是利益。啊，不过咱若要用上帝国的价值来看，安尼无拄拄啊好，拢同款啊。尸体版活足久无？啊，石头沉死啊！耶稣诶，耶稣家己嘛三十几岁就翘去啊！啊，耶稣门徒咧，敢若一个，敢若一个约翰，听讲活到百几岁，啊，不过嘛是关伫拔摩岛。加圣经记载跟随耶稣的人，倒一个是，他在讲啥？身体勇健，子孙友好，有出脱，这长岁想，钱阁用不了，倒一个啦。所以咱若要定心，定心来去想讲，迄个得到利益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可能要做一点颠覆，做一挂定心的时刻。唔是咱照这个世界，佮遐这是安怎？哈多讲，哎，你若要知影上帝的心意，较早来教会，较早甲兄弟姊妹做伙，较早来参加查经班，较早来参加基督会是安怎？因为咱伫世界的时间足长诶，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，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间足长诶，不要骗我，不要骗我们说咱袂去有这个世界应用，哎袂。我们会不会被这个世界影响？会的。所以，咱得放下来亲近上帝的话，不一定是礼拜日，不一定是主日。咱来亲近上帝的话，咱来常常三甲祈祷，咱来常常有团体的生活，咱来知影咱的兄弟姊妹的欠缺，咱来互相的扶持，互相的帮衬。咱若无安尼做的时阵，咱会渐渐和这个世界拖走去，这是一定的代志，非常容易的。那安尼话，我们没法，咱无法度真做听上帝的人，嘛无法度掠到迄个所谓的得到益处是甚物货。所以最后我要讲的是，我讲过这一届，阿姆哥，今日用这个经文要阁讲一届，就是教会。你得要用自己是试吃品的概念来看自己。什么是试吃品？各位兄弟，什么是试吃品？你若不熟悉什么是试吃品，就去想那个 Costco。哦，我三个囡仔细汉上爱去的。哦 ，Costco 不是有迄个摊位，要让你送啥？试吃，是安怎要让你试吃？哎，试吃爱钱无？免钱呢？是安怎要免钱哦？你去食，你食了哪呐？那有介意？你得安呐？你要去买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兄弟，对厂商来讲，有试吃品这个活动有没有吃亏？有没有吃亏？没有啦。伊知影房价啊，起码会来甲你买嘛，对不？啊，不过我唔是咧讲这个角度，我要讲的是。教会，你不是厂商，你是厂商放出来的什么试吃品？你若要用试吃品来看你自己的时阵，你是知影你教会哪亲像上帝把你放在这个世界的试吃品？上帝才是厂商，上帝国才是厂商。教会你是试吃品，你是要被干嘛的？你要是被吃掉的。好，所以你拿加最弃甲病的概念来看你自己的时阵，第一点你一定会怎么样？
吃柿饼有没有吃亏？各位兄弟，打包拢好好，干那你一包去用拆起来，放伫外口，啊，搁食免钱的。你这一包，用这一包柿柿饼的观点看，有没有吃亏？有没有吃亏？吃亏啊！你去用食免钱啊，其他是爱用钱买嘛。你这一包成为试吃品，你是吃亏的啦。再来，你会不会被消耗光光？你一定去有消耗光光的啦。你的任务就是要让人家吃怎么样？感到好吃，一对上帝国都有滋味啊，都有五万啊，都想要买啊，想要加入啊。教会你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试吃品，你放在世界，你会被消耗。这就是我说的吃苦，吃苦啊。这就是我讲的吃苦。所以教会，你的存在，你若存在，你就是在服侍。你就是做最好的服侍了。我让世界对我心中吃到上帝国的滋味，各位兄弟，这是多美，这是多勇敢的事情。咱既然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，是让人去吃到、去担到上帝国的滋味。我说这是一种预尝，那上帝国还没完全临到，啊，不过咱既然可以先去担到这个滋味。凭什么？就是凭教会愿意成为试吃品啊！各位兄弟，咱在 Costco 要吃试吃品的时阵，你感觉看过那个阿姨吼，从手甲你动来讲，未使吃，你来三届啊！哎咩啦？你有没有看过这种阿姨啦？哦，你吃三届无买，你个啊，还是那个？阿姨会把那个小朋友都挂在那里，囡仔无饲，袂买，恁走走走走走，我这是要有一个人吃的，会不会啊？试吃品是开放给所有人的，不预设他买不买啊，是不是？世界吼，世界拢去播啦，好，看你穿水水，得安那，好，好嘞，对不？啊，我一般吼拢穿一种。奇怪的衣服，有当时走去那个百货公司的一楼，百货公司一楼都卖什么？化妆品，谁理我啊？对不对？你说这不是要，这等于要去买平素的，对吧？有一次没多好，其实我的衣服最正式就是什么？就是穿这样。有一次买好外衣就去找朋友，经过一楼穿西装外套这样走进去，那些那个小姐都坐着都站起来呢，比柜台里面的还走出来呢。我咧行路，哎呦，哦，身边那有可能？哦，哇，介少感觉行路有风的感觉呢。吼，各位兄弟，咱是试吃品，教会那里试吃品的比赛呢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开放给所有人。让他们试看看说，哇，这上帝国的滋味 有好吃吗？有赞吗？不是只有那个穿水的，那个看起来，哇，看起来有资源的，可以来试吃我们这个教会，不是啊。我们每次拿试吃品给吃的时候，也不能去想说，这口吃了不知道会买吗？没啦，我们甘愿消耗咱甘愿奉试吃，因为无拍算，伊试吃到第一百届的时阵，忽然间伊就买啊！哦，食到一百届，有相中无？啊，不过重点是伊安那，伊买啊！各位兄弟，这个都不在我们的考量里面，都不在我们的成本预算里面呐、啊。教会做任何的事工，拢无应该去想这啊！你若应该爱做的，你得爱去消耗。你要知道，咱是被消耗品。什么时候、什么时阵，教会想要把迄个手伸出来，给人动的时阵，你就知影你这个试吃品有问题了。你不是一个好的试吃品，你才会想要怎样去挡人家来吃啊？
无任何的试吃品是不欢迎人家来试吃的。各位兄弟，教会若认捌家己是试吃品，就会安心的受苦，知影意思无？你若认捌家己是试吃品，你就会甘心乐意的吃亏，会受苦。保罗给的盼望很清楚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加我咱想爱念的遐，我不爱一字一字念嘞。哦，是患难，或是困苦，或是困窘，这些我们都可以得胜有春，因为咱是 through